jungle. Audio Jungle. 以色列空军十日出动28架 F-15I、F-16I 战斗机，对叙以边境地区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猛烈空袭。据报道，这是近年来以军出动战机最多的一次空袭行动。以色列空军战斗机群一共空袭了大马士革和叙以边境等处的35处军事目标。另外，以色列国防军还发射了10枚战术地底导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以军发射的导弹超半数被叙防空军击落，更为前详细的损失数据还在进一步统计当中。以色列距离德黑兰直线距离超过1580公里。十日的大规模空袭之后，以色列呼吁伊朗不要再组织反击，以免将事态扩大化。但伊朗方面第一时间否认了早些时候袭击以色列戈兰高地的火箭弹为伊朗军队所发射，并且谴责以色列悍然入侵他国主权。从表态来看，伊朗并不打算就此收手，而且有进一步发起类似行动的可能。而以色列同样不会对伊朗放松警惕。针对伊朗境内核设施和军事目标的远程空袭是以色列的终极备选项。尽管以色列不会轻易发动远程空袭，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可能的存在。伊朗核设置及研究机构分布示意图图片 GS 早在2012年伊核危机加剧之时，以色列军方就敲定了三条空袭伊朗境内核设施的路径。这三条路径分别是北线红色、中线绿色和南线蓝色。如下图所示，以军战机空袭伊朗最可能的三条线路。如今六年时间过去了，以色列与这三条路线所要经过的国家关系有所变化，但在涉及中东地区整体利益的问题上，这些国家的根本立场没有发生改变。六年前不会给以色列空军开放领空的国家，现在依然不会给以色列开放领空。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空军要空袭伊朗，还是得走这三条线路。首先来说北线，以色列空军空袭机群起飞后，向北转向至地中海东岸，沿地中海东岸进入土耳其南部领空，然后再通过伊朗西北部直捣德黑兰。这条线路的缺点是绕路较远，需要在土叙边境空域进行空中加油，风险较大。此外，由于2015年开始，俄军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布置防空导弹，而俄罗斯和伊朗走得非常近，以军战机必须要避开俄军防空雷达侦测，必须选择靠近塞浦路斯一侧的海域飞行，才能保证空袭的突然性。就土耳其而言，2016年以土和解，土耳其为自身利益，有较大可能为以军战机开放空中走廊。再说中线，中线是目前这三条线中最稳妥、最便捷、最安全的线路。如果要走中线，以色列空军空袭机群在起飞之后，需要向南转向，沿沙特和约旦边境一路向东飞行，然后进入伊拉克领空，通过伊拉克之后，从伊朗西南部直抵德黑兰。这条路线最大好处就是几乎是直线抵达目的地，往返航程4000公里左右。F-15I、F-35I 不需要空中加油便可完成空袭，携带副油箱。此外，以色列空军对于这条线路也是相当熟悉。1981年以色列空军偷袭伊拉克核设施，就是沿着这条线路走的。要走中线，约旦的态度尤为重要。以色列如果能取得约旦方面的大力支持，那么以军机群可以直接横穿约旦领空进入伊拉克。而如果约旦不放行或者不彻底放行，以军机群完全可以像巴比伦行动那样超低空越过约旦领空。至于伊拉克，目前不具备拦截以军的能力，南线在很多人看来完全是不可行的，因为以色列和沙特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沙特怎么可能会给以色列开放领空吗？这话没错，以色列和沙特是世仇，但是相比于以色列，现在的伊朗更让沙特头疼。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如果能借以色列之手彻底除掉伊朗的核设施，
那么这笔生意沙特是愿意做的。如果要走南线，以色列空军空袭机群起飞集结之后，需要向南转向，经沙特北部海域进入沙特北部，然后通过波斯湾直达伊朗腹地。这条线虽然稳妥，但和北线一样，其缺点是路程较远，往返加上打击目标需要花费6个小时以上，对后勤保障、作战指挥和飞行员体能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线虽然不经过约旦领空的，但以军战机前往沙特会被约旦雷达侦测到，需要征得约旦的默许。